在这里，这里是磁条，有三颗螺丝，下面得把这三颗螺丝松掉。松掉以后，把磁条往后拉一下，和这个磁脱离开。下面呢，拿扳手扳动这个地方。这里有一个标盘，显示调压力大小，朝这个箭头的方向，朝箭头的方向调是压力大，朝这个箭头的反方向是减。下面呢，我给演示一下。往这个方向转，压力变大；往反方向调，压力变小。如果要是说咱试机压纸板的话，先从小往大了调，把压力，然后呢把压力归到零，归到零以后，一个齿一个齿的调。调完了以后，然后把磁条和齿对好了，对好了，然后把螺丝紧上。这一边现在调好了，下面调另一边。这一边和对面基本是一样的，也是把螺丝先松开。然后把磁条拉回来，调也是按着这个箭头的方向，把压力调大了，然后反方向是调松了。现在这边和那边要调的一样了，那边加了一个齿，这边也要调一个齿，调平行了，也是加一个压力，然后调完了，把齿对上，把螺丝紧上。如果要是说咱压力大的话，那就得减压力。减的话呢，就是说也是把这几个磁条往回拉，把螺丝松开拉回来，然后朝这个箭头的反方向调，也是一个齿一个齿的调，然后再调回来。调了以后，然后把磁条对上，然后把螺丝紧上。然后我再演绎一下怎么给机器做润滑油。那个绳子是要找啥用？加油的地方在这里，这是一个油泵，手拉的油泵。然后呢，这里显示油量大，油量多少。如果咱这个油量没了的话，就得把这个盖子拧开。往里面加油，直到这个显示油量的到满了就行。这加机油吧。这里加机油，如果在零下的话，就得加冬季机油。然后呢，把油加上，拉动这个里，然后呢，连续按上这么七八下，十来下的就行。拉这里呢，就是说整个机器需要加油的地方都有油了，整个设备都有油。
拉动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，两个小时加一次油。哪能打？然后呢，还有三个地方加黄油，分别是在这里，这里在这个孔里加黄油，还有这个地方，这齿轮上加黄油，还有这个地方，总共是三个地方加黄油。其他地方都加机油。其他的地方都是加机油的。我在新机器加轻点油。搞新机器加油加轻点。对，新机器啊，毕竟在磨合期，必须加油啊，多加一点，勤加一点。好嘞。好。